哎呀，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！就让你多等一会儿，你可好，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，好吃不？有点辣。你还嫌辣？我能忍。为什么吃我外卖？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，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。继承？你是我儿子。哎，不要开伦理的玩笑。不是，哎，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？哎呦，实话跟你实说吧，我都背着谎言过日子，我太难了。是这么的，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，又不怎么的，他就傻了。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，你来个快递小哥，那小哥跟你很熟，他说你有炎症，不是。啥炎症？他说你有拖延症，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，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。大奔，你看我发型怎么样？老硬了。西装怎么样？老挺了。皮鞋怎么样？老亮了。我人怎么样？老了。三，你不老不老，你就是小鲜肉。不就要个债吗？怎么整的跟搞对象似的？此言差矣。张洪爽张总，那跟我是多年的兄弟，我就这么唐突的跟他要钱，是不是显得有点特别的唐突？你要怕唐突，你先给他打个电话。漂亮。喂，他说啊，他说对不起。你看他是不是说没钱还你？不是，他说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的婚姻情况怎么样？这么跟你说吧，今年换了好几个丈母娘了。那你太厉害了。我厉害啥呀，我岳父厉害。哎呦我的妈。打开我的钱包，里面钞票没有多少，从来舍不得买瓶饮料，只怪老婆给的太少。朋友出去聚会，基本上都不能到位，每次喝酒不到两杯回家罚跪。我们小时候啊是服装的样式差不多，现在呢美女的长相差不多，都照一模样整啊。你跟一个人结婚就等于把所有美女都娶回家了，看别人搂着美女吧心里就别扭，总感觉搂的是自己媳妇儿。以前我还嫌我媳妇儿长得丑，现在明白了，高端产品，私人定制，独家专享。有人出100万买你的老婆，你卖不卖？我们真心相爱，能不能再加点钱？能不能再加点钱？能不能再加点钱？记得那一年，我们一起玩撒尿和泥，我撒尿，你和泥。后来，我们长大了，我们玩过家家，你就喜欢喊我爸爸，我叫你儿子，你玩的不亦乐乎，这是多美好的回忆呀！德彪，你今天到底咋的了你？咋的了？不在沉默中死亡，就误在沉默中爆发。这是莎士比利亚说的，怎么的？我就想给自己讨个说法，我不是老范，我是老板。那有啥区别？只不过不是一个代号而已。什么代号啊，桂英啊？管你叫老鹰，你干呢？给我说了，藏钱干啥？媳妇儿，咱不吵了行吗？不闹行不？媳妇儿，我是爷们儿不？我知道你是爷们儿，不是爷们儿就不会藏钱了。媳妇儿，你看我在单位哈，平时跟我这些同事喝个酒了、撸个串了、打个斗地主了，不得用钱呢，是吧？那你可以冲我要啊。我找你要600多回，你给过我一回吗？媳妇儿，我就羡慕你这小手哈，细长细长的，可有劲儿了，钱赚的可紧了。一个月挣多少钱？不到10万块钱。说具体点。4300。你呢？我每个月不到1亿。你就直接说3000几。3500。哎，先生你好，听说你做微商一年赚了100万，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就是24小时对着手机，后来眼睛瞎了，保险公司赔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一下。你平常喝酒吗？以前总喝，去年有一次被我爸揍了一顿，就戒了。为啥呢？跟朋友一起高兴，喝多了，回家问我爸，我都叫你这么多年爹了，今天我过生日，你能不能叫一声，让我也高兴高兴？哎呦我的妈！我那车呀，开出去净招事儿，因为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，喝完酒开车，那警察给我拦住了，拿着那个测酒仪呀、啊，冲着我吹，啊，吹，我爸爸巴菲特，我大爷比尔盖茨，我舅舅莎士比亚，没让你吹自己，吹这个，吹这个，这玩意儿。包浆不错呀，老物件。警察说你下来吧。我就开车净出事儿啊，平生啊头一回开车没违章，那警察给我拦住了。你第一次开车吧？以前一骑骑自行车吧？不是，您怎么知道的？废话，谁开车拐弯还打手势啊？由上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，不好意思说错了，马上就要开车了。这广播员是喝了，这咋天上一嘴地下一腿的呢？还起飞，这好笑的。初二，我爸爸带我串门去，我那几个舅舅啊抠门不给我压岁钱，我爸爸有办法，一拽我走，爸带你剃头去。正月里剃头死舅舅，要钱要命看着办。话谁给你有仇？王渣渣，王总什么仇？当年我开包厂的时候，他开个假包厂叫我举报了，后来我开个鞋厂，他开个假鞋厂又叫我举报了，最后我开个药厂，他开个中药厂，还叫我举报了。人家开中药厂，你举报啥？我不习惯了吗？这，反正我现在是整明白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是祸是祸，他也不能逮我一人祸我呀。第一次去你家，你妈给我拿着黑不溜秋的卡，啊，告诉我这卡能刷100，那100能干啥？不是宝贝，那是100万。不是第二次去你家啊？那5层楼的楼房还整个自带电梯，不是我是你是不知道我运低还是我恐高啊？我已经很体贴你了，10层楼都还没让你去呢。闭嘴呗！第三次去你家，你爸说就送我台车，那我有驾照吗？送我车？再说了，我们村的都是开桑塔纳，那村长老威风了，你送我什么来什么就给你。我妈说年轻人单手开兰博基尼会很帅的。别说话，你的家庭简直不可理喻。分就我这媳妇儿，去年呢我印了点名片，有我的头像，有我的电话号码，我让她让这个宾馆的宴会厅发发，多接点婚礼啊年会啊，她倒好，从每间客房的门下边往里塞。扫黄办公室把我叫走了，调查好几天。我们小时候啊，是服装的样式差不多，现在呢，美女的长相差不多，都照一模样整啊。你跟一个人结婚，就等于把所有美女都娶回家了。看别人搂着美女吧，心里就别扭，总感觉搂的是自己媳妇儿。以前我还嫌我媳妇儿长得丑，现在明白了，高端产品，私人定制，独家专享。市交管局通知，因93号汽油上涨至8.33元一升，导致车流量明显下降，但是行人流量增加，交通压力增大。为此，从5月1日起实行路人限行，单眼皮儿单日出行，双眼皮儿双日出行，
一单一双，夜间出行。戴墨镜出行者按故意遮挡号牌处理。对盲人出行者按无号牌处理。对割双眼皮者按套牌处理。请相互。他说了吗？啥也不说。什么也不说。是你不够狠吗？笑你们打了我三天三夜，就问我说不说，说不说，说不说。你们都什么人？什么都不问，就问我说不说，说不说。每一个人都拿小皮鞭过来打我，这抽我，问我说不说，说不说。我说啥呀？啊？是我们打了你三天三夜，啥都没问吗？问啥了？